大的竹干，这棵树它长到底下一定会有树根到处跑。那你最知道它有些可能树根爬很远，哦，这是平面。那我们把树哦砍掉，树根这一坨挖掉，哦，但是它会有一些树根在比较远的地方，要靠辅助的放射加上口服化疗，嗯，所以有术后放射及口服化疗。就是他前提如果他是脑胶质瘤的时候，然后四级，这像高级，就是三级四级就叫高级，嗯，那如果是这个话他就属于重大伤病，嗯嗯，那当然要须有病理的证据，哦，所以为什么要做手术，嗯，病理来确认，嗯，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手术后，哦，我们刚开完刀，哦，术中的病容切面知道个方向，如果是胶质瘤，那你就是尽量拿，哦，如果它不是胶质瘤，那就会做其他的。胶质瘤它的标准程序，手术切除，然后大概七天左右病理报告会出来，嗯，病理报告出来，如果是胶质瘤，我们就会属于三级四级算恶性的话，我们就会送健保局申请那个口服化疗药物，嗯，哦，那申请时间大概两周到三周，嗯，所以手术完毕有将近就是七天是病理，后面将近二十一天是申请的时间，就所以等于是大概术后将近快要一个月，嗯，会做开始做所谓的放射跟口服化疗，但是这个放射跟口服化疗如果病人的行动力不错的话，嗯，他就可以出院门诊回来做这样，哦，假如他行动力比较差，因为这个地方开刀有几个影响，一个就是他的语言，那有些在运动皮质区附近有些就是术后有时候有暂时性乏力，嗯，是，那其实在你们家人照顾最困难的点就是沟通，对，因为他其实理解的部分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，对，就像我们刚讲话他没办法听到很正确的理解，对，因为他有一个认知功能部分，对，那语言方面有认知功能的时候你们照顾起来会比较辛苦，是，哎，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手术后这个里面，哦，口服化疗然后完毕之后如果这些关都过了，后面就是每个月，哦，之后每个月吃五天的药，然后休息二十三天，那个五天是连续吃吗？对，哦，五天是叫巩固疗法，哦，嗯，巩固疗，然后这个当中一直到复发它一定会复发，如果复发的时候下一步就申请那个叫做埃斯汀 Avastin，嗯，那如果埃斯汀期间它还有复发，那这时候这个是吃的，这是静脉注射，静脉注射，对，所以它是否什么事情是否复发，就是术后还有复发的，是一定会复发 OK，嗯，因为是胶质瘤一定会复发，嗯，然后这里面，哦，过去这样治疗大概存活时间多久，大概可能在接近一年左右，嗯，欸，那是否真的到它就是以前有个对照组就是 12.1 月跟14.6 个月，这是新英格兰杂志的，NEJM 新英格兰杂志的一个存活报告，单纯只有放射没有做这个口服化疗的话，哦，这是只有做放射，那，啊，如果今天有做放射加上口服化疗它可以延长到 14.6 个月，这是一个指通盘，不是每个都可以活这么久。妈妈有几个不利的因子，第一个就是语言，过去的研究发现如果语言认知功能比较差，它的配合度会比较小。对，嘿，第二部分就是接近脑室，它这一层，哦，跟脑室已经很薄，所以手术当中就是这边不能拿太多。嗯，这里拿太多的话，它有时候会破进去。破进去的话，它有几个风险，就是变成到处都是长很多的癌细胞出来。也是，那所以手术以能够拿掉，哦，一部分，然后脑室部分尽量不破开来，哦，那接
接下来就要谈说，如果将来它有复发，还有哪些路哈？一个就刚讲的埃斯廷，一个就是其他的疗法 ，VNCT， 叫硼中子捕获疗法，它不是一个临床标准治疗，它是一个要在台北荣总申请，如果我的手上病人有去做这个治疗，硼中子捕获疗法，就是它还有标准程序做完还有复发，通常口服化疗期间看到它有肿瘤变大化，他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硼中子捕获疗法。啊，这在北荣。然后这个硼中子捕获疗，他会先做一个正子断层的磁振造影，哦，正子断层磁振造影去看他的癌细胞会不会吃这个所谓的硼中子，必须要他会吃硼中子有亮起来，哦，他才预期可能才会有效，哦，这是辅助疗法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细胞疗法，细胞疗法三菌种类目前还在申请，还没通过，所以细胞疗法这三种可能是来不及的。细胞疗法的话不便宜，一针30万，六针180，如果没有经纪人好没办法。第三个叫做 TTF， 肿瘤场域电场治疗，肿瘤电场治疗这个也是一个临床试验级的，哦，然后也是要申请卫福部许可，然后它更贵，它一个月90万，六个月540万，所以一般人都不见得能够付得起这样的费用。妈妈有保险吗？没有，不保险。那 这些可能不容易撑那些高档疗法。那硼中子捕获疗法大概花的钱可能在50-60左右，它也是就是那个药部分啊，在台北荣总就完全不是我这边做治疗，台北荣总的陈义伟医师，我的病人有一个有去那边做治疗啊，肿瘤有缩下来，啊，还蛮快的，但是后面每两个礼拜都会来做这个癌丝廷治疗，这每两周一次，做到什么时候？做到撑不住，做到死亡为止。所以这个如果是胶质瘤，预后比较差。胶质瘤在美国众议员，哦，也有一位。终于他得到，他后来治疗一段时间没有继续再坚持下去，他就会走掉。美国众议员脑胶质瘤，搜寻结果如下：麦肯，哦，美国共和党大佬，麦肯宣布终止脑癌治疗。他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脑胶质瘤，哦，他是一个脑癌，然后他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正确诊，后来就没有继续再做治疗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所谓的脑胶质瘤，哦，啊，这种，通常在我最近一两年里面，哦，他是我的第三个脑胶质瘤病人。这个脑胶质瘤全台湾一年大概700个，每一个医学中心大概就是可能20-30个，最常见是这个数量，嘿，那我们神经外科。做这个治疗的病人一年里大概可能30-40多个，那我去年的病人一个到现在，哦，他是2021年12月，哦，诊断到现在是还活着，啊，现在他有做过硼中子捕获又复发，继续用癌丝廷，那最近检查又有复发，现在他又回去看硼中子捕获疗法。另外一个高先生，他从诊断治疗到往生，他大概7个月左右。他在等待硼中子捕获疗，他排名第14个，他还没等到这个。对对对，这个台北荣总他们病人这种病人多，现在住在头颈癌跟脑胶质瘤两种，也就传统治疗都不好啊，就会去找他们做这个。所以二跟三，他也在你们医院没有。如果真的要，也是要在荣总吗？不是，二的话在申请中，三的话就是送那个要先送卫福部审查。啊，这个每个月90万，六个月540万，这个负担蛮高的，不见得每个月申请。三军总院有申请通过的病人，但是没有做。后来发生也是有没有做。有我们朱主任另外一个朱大同的病人，他有申请通过，啊，这个都有厂商跟医院会密切接触。是，细胞疗法我们是跟那个长春藤公司，那目前是卫福部，有许可的范围，就是这种
所谓的经过保守疗法，哎，跟着传统疗法做完，嗯、还有再复发的，哦，我们是叫 CIK， 哦，细胞激素诱导杀手细胞哦去做。那我们申请案他们还在申请中，所以，能不能赶上他的治疗速度还不见得。嗯、哎，那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还有复发，我们通常会建议硼中子波，因为它效果很快，然后它花的钱大概我刚讲可能五六十万的居多。嗯，那细胞疗法就是一次一个礼拜哈、哦、就会打一针，连续打六周，啊，一周就要30万，总共180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一般人的经济能力不太容易去负担。嗯，好，假如它是胶质瘤，大概是可能是这样。那假如不是胶质瘤呢，那就按照他所讲，举例说有没有可能是淋巴瘤，哦，也有可能，啊，机会比较低。如果是淋巴瘤，你切一块是淋巴瘤，手术不用拿太干净，就后续就进入化疗，因为淋巴瘤对化疗对淋巴瘤的治疗效果还不错。嗯，哎，啊，它在鉴别诊断上比较不像淋巴，因为淋巴瘤多数是散在性，它目前只有看到比较单独一颗在左边的这个，包括颞脑跟顶叶，哎，顶颞叶区，所以。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治疗的方针。那手术做完之后呢，我们会放颅内压监测器啊，硬脑膜缝起来，头盖骨放回，然后术后在加护病房里面治疗。是，哎，我们的目前的这个胶质瘤的方针是这样。嗯，好，到这边它的风险就是有没有再出血哦，会不会感染，然后神经功能它有可能，如果你拿得太干净，它可能有些功能就没办法维持。嗯，哎，那在目前，我就讲话的部分，我们过去的病人很多刚开完刀他会肿，都不太会讲话，比现在还差一点。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，是他的状态有的慢慢恢复会讲话啊，还没有完全，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文不对题。对，嘿，他语言功能不太容易都是完全到恢复。OK， 嘿，然后随着时间。有的就是躺的期间比较多，会比较虚弱，对，因为有癌因性疲惫，癌症诱导的病人比较疲惫，嗯，好，那这里面神经功能损伤包括会不会是植物人，或是他因为是左脑嘛，右侧会不会偏瘫，哦，那大小便有时候刚开完刀，他人没有很清醒，大小便控制不容易，那最主要是就是肿瘤的部分会容易复发，这是在目前。我们脑癌脑胶质瘤里面最常见的，那这个风险的部分，哦，就是讲因为它主要是脑瘤要行开颅切除肿瘤，哦，那风险一个是麻醉本身，一个是手术本身。麻醉我们是做全身麻醉，就插管，哦，然后放上尿管，还有一些有的会用中央静脉导管看它的麻醉科的需要，啊，动脉导管监测血压。那我们的这个病人手术，哦，他有时候手术有没有产生器官衰竭，这个比例比较少，哦，那过去我照顾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我们老师马新一的病人有一个是产生多重器官衰竭的遇过。那手术本身的风险就是你打开嘛，所以空气会进去，那有时候会遇到气栓塞，哎，脑梗塞、肺栓塞，这个或是心肌梗塞。妈妈过去如果没有那些心脏病的话，遇到这种机会是比较低的。术中大量出血，我想它是比较表浅，这个对他来讲比较不会。那延迟性脑出血是最容易遇到的，哦，那感染比较少。延迄性脑出血，我们神经外科的止血方式，哦，跟别科不一样，别科看到出血就把它烧掉就好，神经外科是尽量用止血胶，哦，然后如果你烧掉越多，它的功能损坏会越多，所以我们通常会用止血胶控制血压两种方针。在手术我们看到偏光显影看到那个紫色的没有，就是代表那边拿了干净了。是，然后接着转回我们明视野去看，然后止好血，止好血我们会升血压，升到160，哦，然后160以上看他还没在冒血，哪边冒血再帮他做止血，止血都用凝血胶，还有那些社区 cell 有一些止血材料。是，然后控制到一个高度的这个血压，如果没有在冒血，那我们就会把血压请麻醉科不要再加升压剂，哦，然后慢慢让它回到正常范围，然后接着开始缝合脑膜。那挖掉的地方空掉的地方会填满剩余实验水，让它没有气脑。打开头脑一定会有个气脑，空气会进去。那，啊，我们在
缝合脑膜的时候，最后一针我们会用那个软式的针筒，然后把水慢慢补满，然后里面都是跟脑脊髓液这些类似性质的这种哦，就是生理盐水。那它的部分哦，比较我刚讲的比较不容易完全，就是做到的部分就是它，你如果要拿越干净，它的功能也受影响会蛮大。嗯，所以我们手术当中以就是接近脑室的地方，我会先把它画出来，会用画笔，哦，然后手术当中那个区块我会尽量避开来，不去动接近脑室的地方，避免它太早期就散的到处都是。嘿，那我们过去治疗经验其实这些都很有机会跟着脑脊髓跑到对侧去。嗯，所以如果跑到对侧去也是一个预后很不好的因子。嘿，好，那再来就是其他有没有脑肿，这个看到你拿掉一部分的肿瘤，它附近的血流的回路要重新建立，会有一段短时间的水肿。那有的后续有没有遇到脑积水或是脑膜炎，神经功能障碍最主要的部分是语言啊，它的语言障碍，因为目前已经有术前已经有这个部分啊，所以有时候看到讲话比较没有那么流畅，会比较容易遇到。另外是癫痫发作啊，有没有他的这个右侧的乏力啊，肢体乏力部分，感觉异常瘫痪，植物人气脑瘫癫痫，这癫痫里面是最容易碰到。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延迟性脑出血这个部分啊，那其他就是如果有的在还没清醒的时候，我会插管。那通常我们刚看到不会马上拔管，哎，除非啦，因为脑胶质就是有时候要让它稳定睡三天，除非那一次觉得说，哎，这止血都止得很好，然后没有什么疑虑，然后我们才会拔管。哎，啊，如果有时候担心出血，大家会比较保守，就是有放毒液监测器，然后让它睡三天，用那个睡觉药物，然后让它能够轻松放松。那三天的目的是让组织慢慢修补好，然后比较不会遇到出血。啊，那个期间有插管的话，就是说痰咳不干，会不会遇到肺炎、依赖呼吸器啊？其他这些脑梗塞、肺栓塞、心梗塞，就前面提过啊。那平躺那边这手术时间哈，是因为个单纯开颅跟关颅哈，大概都要各花将近两个小时。嗯，拿肿瘤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。嗯，哎，所以它整个手术时间哦，至少会五小时。嗯，然后开颅之前要打头钉，打头要先把理，所以像明天手术，今天理想的话就是请楼下的那个理发部上来理头发，或是下去理。嗯，头发就要先理光，嗯，然后洗过。我们要自己理这样子。可以到楼下理，让它比较轻松，然后时间也比较节省一点。了解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有些躺掉久有没有所谓的压疮，然后深部静脉栓塞，这是很罕见感染。啊，所以这些就是目前有提到一些合并症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癫痫是它是这个时间术后皮质的部位容易癫痫发作，脑皮质的这个部位容易发作。那它是术后最常见在术后发生，大概我们胶质留在皮质的癫痫的机会蛮高的。哦，嗯，啊，我们在手术后会用预防性的抗癫痫药物。是。那抗癫痫药物的风险就是有些人会遇到过敏，就是皮肤起疹子。对，哎 ，Stephen Johnson 那个就比较致命性。那Stephen Johnson 那个疾病哦，并不是每个都遇到。嗯，啊，如果看到起疹子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先停药。Okay。 哎，那目前我们几乎还是常规使用抗癫痫药物，在手术当中会打的就是抗生素跟抗癫痫药物，还有胃药，还有类固醇降低脑水肿这四个药物。所以之后我们在照顾的时候也是会有癫痫的状况发生吗？有，我上次那病人有高先生回去的时候，他就在家里，就是通常两种情况会癫痫，第一个就是忘记吃药。哦，okay。 因为他认知功能有障碍，几乎都要人盯着看着他吃。嗯，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有拉肚子、落晒没有吸收。哦，对，那这个是开颅肿瘤，比较自私的一个格式哈，他就把一些步骤讲比较详细。那我们全身麻醉，所以前面哦就是钉头钉，然后
导航仪定位，然后消毒，前面的准备工作就大概要花掉一个小时。所以这个手术整个开下来大概在六七个小时最常见。好，全身麻醉钉头钉，然后再化刀前三十分给抗生素，然后切开头皮肌肉，然后颅骨钻洞锯开取下头盖骨，打开硬脑膜，然后精密仪器包括显微镜，我们是有偏光显微镜可以看，那有超音波抽吸器，就是这个吸走肿瘤，那有导航仪，那双极电烧，然后它会再加上那个神经监测。神经监测仪，可能病安全，尽量保留重要的功能，然后做最大范围的切除。那整个做完之后止血，我刚刚讲会升压，然后放用那个止血胶，啊，止血胶是自费，等一下后面会填到自费单，啊，最后放引流管。那颅下监测仪我们例行性都建议要做，是因为颅下监测就是病人没变差之前，如果压力高，我们就去做检查。对，那压力高起来最常见两种情况，一个是再出血，一个是脑肿。嗯，如果是再出血是止血，脑肿就用药。对，然后脑室引流系统通常没有破进脑室的话，没有积水不会用，所以这个通常是比较少。嗯，以这一次的话，可能比较少机会去用到啊。这一次，然后完毕之后缝合伤口。那头盖骨地方就会用那个有一些那个骨板嘛定起来，术后会到加护中心去治疗，主要是观察。手术效益当然就是，能够最主要部分哈，就是确认病理，你才有一个依归，知道说它是不是胶质瘤，如果是，就用胶质瘤方式；如果它淋巴瘤之后，利用另外一种方式的静脉的化疗，手术风险当然就是什么出血啊、中风、感染、水脑，水脑是脑积水、癫痫发作、神经共振障碍、自律乏力、失语症，这两个是最常见的。哦，脑水肿，还要漏水这个，所以我们会那个脑膜哦切开地方会把它缝，细针缝，缝完之后就像衣服有个缝隙，接着会用上组织粘胶。组织粘胶就是减少漏水的机会了。所以这是脑髓那个渗漏的处理，然后其他风险就是遇到植物人死亡，替代方案就是如果开刀风险可不可以不要开颅，不开颅就是等于就是也是一项选项，只是说很少人可以选择说放下什么都不做，那当然其他因为像膨胀子薄疗啊，你没有开过刀，他也没办法进入膨胀子，所以变成比较没有很完善的替代方案。那有人就是说，哎呦，那我直接去吃，我很有钱，我直接吃地蒙多口服化疗，啊，那个也是比较有限。好。好，所以这是在全身麻醉这边有都同意的。好，其他有个麻醉同意书，我再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对不起。好，止血胶，那一支13,700，然后硬脑膜组织粘胶就要38,044，抽吸导管就是手术中用到的，然后它这个抽吸系统就是有一支是一支用到一支25,908，这边你们什么问题要问我的？这些都是一定会用到的。对，这些都一定会用到。OK。是，我们继续第二章。今天是3月16。寒点贴布是预防感染，我们在消毒完铺单前，头皮已经干了，会用寒点贴布盖上去。用到一片537元，组织粘合修复剂跟前面那个，就是有时候看到一只或两只，然后再是固定头板，固定板会用到两个板，8,153×2，其他有那个骨钉把那个骨板固定好，大概抓一个224只，一只是1,818，然后不同型的有的是直的
骨板，执行骨板，它一个是3404，大概估计可能用一个到两个，我们先抓两个这样。嗯，这边最后再签名。那第三个是卢尼亚监测器，3月16，卢尼亚监测器就是我们刚讲，如果看到的时候，假如他有脑肿或者是再出血的话，压力高起来，我们依据这个卢尼亚监测器会去做断层，有个依据。嗯，神经监测那个还没写，到时候我们再补单子给你，给家人。那这是一个全身麻醉的，我们是用全身麻醉，开颅肿瘤切除，然后颅内监测器植入，这在几天之后会拔掉。嗯，就刚开始比较容易出血是前面差不多2-3天之内。麻醉科的呼吸进阶处理，体温维持。好，好，大致上是这样。以上说明有什么地方不清楚，我可以再说明的更清楚的。嗯，蛮清楚的。好好。啊，昨天大概有稍微查了一下东西，所以大概知道状况。是是是。是。那个好像重大疾病补助那个申请，对，那就他就是那个住院所费用，包括手术麻醉，他有一个10%的自付额。如果是重大伤病跟以后的门诊回诊，嗯，哦，回诊的部分他可能就是一些优免。嘿，嗯，台湾的健保制度里面，他有补贴的，就是那10%，让病人不用去负担那10%。那第一个月的部分分担是10%，第二个月负担20%，第三个月30%，它有一个上限这样。嗯，那通常多数如果活动力不错，会出院回家的居多啊。如果活动力比较差，有的会继续住院。对，这样整个total大概多少？你算哦，算，因为这个人都可以拍照，然后算一下。那个组织年交他写的可能有点，有点重复，那我们就看看状况用到几次这样。哦，这个分就先留给家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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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好，伯母，今年是哪一年？今年几号啊？今年几年？你说我什么？西元几年？2023啊。哦，好棒哈！现在是什么季节？今天是好像是3月。哦。你看是15。春夏秋冬季节是哪一季？现在。3月啊。啊？3月。什么季？季节。什么季节？季节。3月啊。春夏秋冬。春天啊，春秋。哦，好。嗯，对对。就是2023年嘛，然后现在3月14还是五？就十五号。16。就16啊。嗯。哦，那也快一点，对，因为我没注意看时间，那16号吧。好。今天36，对。嗯嗯。这家医院是什么名称啊？那个啊，那个护院啊，就是这里这家医院叫做那个什么那个，那个医院嘛，就是医院，就这里的3种啊。是3种。3种，对对 对, 对。嗯。我们住病房是几病房几床？502、502、503吧，还是502？哦，这是52号。哎，53病房，102床，对，是是啊。所以妈妈有时候走出去可能会认不得路回来的可能性。好，哦，所以就是因为她的那个有的空间感会影响，但那一天我们测试她左手右手都还知道。嗯，举起你的右手。请举起你的右手。 okay. 啊，左手可以放下来，左手可以，一只手，哪一只是左手？左手。好，右手是哪一只？好，啊，大拇指，右手的大拇指是哪一只？大拇指，哦，比大拇指，大拇指在这里，哪一只比大拇指就好？大指，比大拇指，大拇指，这样，对，大拇指，好好，左手大拇指，大拇指，比左手好，然后比二，左手比二，左手比二。100-7等于多少？100-7啊。对。93啊。嗯，哇，这次好棒哦，这次考古题啊，哦，那天考过一次。嗯，好，所以就是有些认知功能没办法到那么顺。嘿，
那这个会有波动，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又经过练习会慢慢，我们人的一些记忆他会重新训练，有的会需要重新训练。妈妈有在用耐吗？有，现在还会耐吗？有啊，会打错字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错字真的，我都会。对，他就小心的是，他不小心把那个账户提款啊弄出去，那个要小心。好，大致上是先这样。他说你会把转账转出去，新操做好了吗？新操从他的，好好对，好再追一下，就是要去新账操作是单子重复一下，先。